大家好，我是法国人戴亮，这次来上海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这次主持活动，这个活动是鲁山的推介会，就是来推广鲁山江西的鲁山在上海，因为上海的朋友们也想去鲁山旅游，想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旅游，所以我们这次很多人从鲁山从江西来的。不知道大家记得我是几个星期前去过澳门的时候也是去推广鲁山，虽然我很少去澳门，但是当时觉得很棒，特别有意思，也是很少去澳门去香港，但是上次去的特别的开心，也是通过推介会鲁山的推介会去推广，就是鲁山在澳门，这次就在上海，上海回返一段时间，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大家也知道我是关于上海写一首中文歌曲叫上海我祝福你的魅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在这个哔哩哔哩平台也有，同时呢在上海也有很多电台的朋友们，电台的主持的朋友们，他们都会采访我最近出的唱片就是 Pop Mandarin 橘子唱片上次也是在上海旁边的一些江苏的城市去参加电台节目，那这次我会在上海。另外呢可能也会和我的好朋友王国平，他是一个著名导演，我们也会拍一个宣传片，在上海拍一个宣传片。因为最近呢台风来了，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早晨去拍在外滩拍，但是天气允许后那我们就去拍所以在上海会很忙很充满的生活天天都有事，所以非常喜欢同时呢也是非常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上海的朋友的合作无论是艺人或者是唱歌的原创的，也有时候也是和主持人或者一些电影，也有一些电视台每期的朋友们也合作，所以这次呢大家看到了在上海的希尔顿主持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也是和一个女主持人合作，她也是来自江西的九江虽然我没有去过九江，但是感觉通过她就开始了解这个地区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我相信鲁山这个地区嘛以后会经常去，因为在这个活动我也是演唱一首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喜欢的歌曲，就是我在鲁山等你这首歌曲已经唱了两次第一次就在澳门的推介会，鲁山推介会，第二次就在上海的推介会，所以这首歌曲呢我希望以后更有机会唱说不定以后我也会为鲁山这个美好的地方也写自己的原创的歌曲因为以前也写过不少的歌曲，一个是给李昂法国李昂，郭列潘妮、莫里耶勒这个阿尔卑斯还有那个博罗莱就是博罗莱新酒博罗莱的这个地区也写一首歌，我也是为了海南的国奥和我的搭档人不下一起写这首歌曲，那也有关于上海，所以说不定以后我会继续为鲁山这个城市这个地区这个美好的风景写一首歌曲我也发现很多人已经写了诗歌，好像有3500多个诗为这个鲁山而被写的也有很著名的人包括毛泽东，他也为鲁山写歌词写诗，所以我以后也想写一首，但可能我会写的歌曲会有一些不一样可能是节奏方面风格方面都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原创中文歌曲的法国人去为鲁山写歌，所以最近都在上海，有上海的朋友们随时联系我，可以在私信我，在这个哔哩哔哩平台私信我，也可以在很多平台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找我，以后有机会合作，有机会见面非常的欢迎多多聆听我的歌曲，最新的唱片就是 Pop Mandarin 橘子唱片，我们很快见。